前一阵啊，我甲我的太太分开差不多七八个月时间。但是即摆大家拢烦恼，阮的感情愈来愈好啊。谢谢。那我们现在每天最大的兴趣呢，就是玩小鸡鸡。啊，玩小鸡鸡。对呀、啊，我们有几个啊？哦，对对对对。啊，多少个啊？生小鸡呀、啊，小鸡生小鸡鸡，小鸡鸡生小鸡鸡鸡鸡。所以真的每天都很忙，都没有时间吵架了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很开心啊。我觉得这个养鸡哈蛮好玩的，因为鸡它会生鸡蛋给我们吃嘛，它每天早上就会叫我们起床，好，这下一页下一页这个不讲，好，对，好。系啊，共同的兴趣唱歌嘛，最重要。对。啊，我无斗阵唱歌，感情愈来愈好，咱继续搁甲唱落去。好，咱继续。